6月13日消息，在今晚的发布会上，荣耀推出了全新 Magic V Flip 梦想小巨幕，搭载第一代高通骁龙8++处理器 3.0 GHC， 提供四个版本，将于6月21日10:08正式开售。12GB 加256GB 版本4999元，12GB 加512GB 版本5499元，12GB 加 1TB 版本5999元，16GB 加 1TB 版本6999元。高定款荣耀 Magic V Flip 时尚指环保护壳299元，荣耀 Magic Flip 高定款专属礼盒包含荣耀 Magic Flip 高定迷你包，首销限量1000份， Prof 致密处周仰杰博士烫金签名纪念版礼盒限量3000份，赠完为止。外观方面，该机采用了四曲面等身设计，提供山茶白、鸢尾黑、香槟粉三种配色，以及与致密处合作的限量高定款可选。折叠厚度14.89毫米，展开厚度7.15毫米，仅重193克。荣耀 Magic V Flip 采用了全面外屏设计，4.0英寸 OLED 外屏突破行业新纪录，而且拥有2.87毫米外屏边框，85%外屏屏占比，1200×1092分辨率，全局峰值亮度1600nit，局部激发亮度2500nit，全域低功耗 LPO 0.1到120赫兹，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，类自然光护眼。支持杜比世界 AI 助眠显示、气息语音唤醒、智慧录音笔、魔法胶囊、全屏 AOD 显示等功能。内屏方面，荣耀 Magic Flip 采用了一款6.8英寸 OLED 荣耀绿洲护眼屏，支持2520×1080分辨率，全局峰值亮度1500nit，局部激发亮度3000nit。LPO 1到120赫兹、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。类自然光护眼 AI 助眠显示，支持 92BT2020 色域覆盖，支持 10.7亿色。此外，荣耀 Magic Flip 平均折叠深度约为一根头发丝半径，展屏如镜，顺滑如新，内外屏应用接续，任务不中断，丰富悬停态场景，更自在更好用。荣耀 Magic Flip 依旧是采用了荣耀鲁班铰链和荣耀自研盾构钢，再加上采用抗冲击可折叠内屏，通过 SGS 高可靠折叠品质认证。影像方面，荣耀 Magic Flip 前置采用了 50MP 的索尼 IMX816 镜头，1×2.93英寸，后置 50MP 的索尼 IMX906 主摄，1×1.56英寸， OIS 加 12MP 超广角 2.5 厘米微距112度双摄。该机采用双目景深虚化技术，支持美妆自拍，支持 AI 合影增强修复闭眼，支持外屏拍照预览，还拥有特殊的 DV 态摄影模式，好玩更有趣。其他方面，荣耀 Magic Flip 内置4800mAh 青海湖电池，主电池能量密度762万 HL， 副电池能量密度700万 HL， 搭载荣耀自研射频增强芯片 C1+， 支持66万快充，15分钟充电 45%， 42分钟充满。此外，该机采用了侧边指纹识别方案，配备双扬声器++3麦克风，支持 NFC 线性马达，预装 Magic OS 8.0 系统，内置 GMS 谷歌框架服务。